Y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小雷无欢迎收睇《史莱姆疯狂世界》，又翻嚟 RO 啊！经过咧几日嘅努力，我哋终于都可以二转啦，各位 ，Let's do it， baby！ 好嚟啊，卡巴又系你啊，好耐冇见我哋，几时嚟二转一下？我竟然叫我哋翻嚟之后又耍走我哋，叫去第二个地方，实在太卑鄙啦！你到咗啦，系咪揾你啊？俾个推荐信你先。发现啲怪比较难打嘅时候，抢人哋打紧嘅怪，死啦！呢个应啱定系唔啱咧？唔啱啊，正义啲好冇？礼貌地要求咧，同人哋组队一齐打啲难打嘅怪物，系啊，咁就啱啦。遇到咧个人嘅问题嘅时候，应该尽力去帮佢哋。Yes， 你嘅心境已经合格，我一个正义嘅勇士，各位。考虑下我哋实战嘅能力，哦、好啦，明白噶啦，惯噶啦，你都打怪。哇哇哇哇！白色嘅偷袭者，我想讲佢哋系有啲抽得嘅。哦，都 OK 啊，唔好劲啫。比起我，佢哋真系唔算得啲乜嘢。shoot 爆你啊！白幽灵。Yes， 我哋终于清晒啲怪啦。其实咧，每次转职打开怪咧，都系非常之多。一转同二转嗰时候都打好多怪。好啊，开波啦，我哋成功啦，挑战完系咪即刻可以转职啊？定要分翻去城嗰边啊？好，竟然仲有第二个挑战 ，OK， 我而家去，真系估你唔到。我哋去呢个妙勒尼山脉嗰度咧，接受呢个老猎人嘅挑战啊！咁但系呢度嘅怪咧，唔知道我打唔打得赢啊？应该冇问题啩？出嚟老嘢！哎，有埋伏，今次弊啊！即系要打啦，系咪啊？今次弊啦，冇晒药水，有啲难搞啊！冇晒药水啊！哇，好痛喎、啊！打黐线嘅呢班人，喂，点搞啊？冇蓝水喎、啊，而家我唔应该冇蓝水嘅情况嚟做呢个挑战嘅我，我错啦，对唔住啊 ，sorry 啊，我最清晒啲怪啊，实在太难打啦，我应该买足药先至过嚟打噶，我唔应该咁样噶，太天真了我而家咪可以完成啦，系嘛？我哋翻斐阳嗰边啦，好啊 ，Let's go。呢个真系有够艰辛嘅二转啊！咁我哋而家咧就系前往揾呢个嘅叫咩名啊？雪林啊！我又搞掂咯，点睇啊？转职啦喂！呀，有够难啊！呢个转职啊，有呢个熟悉嘅场景啊，正！F 级冒险家史莱姆 Max 完成试炼，开始转职。我而家嘅职业咧就系呢个嘅 Hunter 猎人啊。咁呢个猎人咧，应该咧我哋就会有多啲唔同嘅技能嘅。我哋睇下技能树先。哦，猎人技能咧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啊！分裂箭咁可以射出分裂嘅箭啦，咁呢个好明显，我哋一定要练咗呢个先。分裂箭咧练满之后咧，就有个重伤箭啊，唔错。到40呢个时候咧，送咗个技能重置棒啊，咁就系俾我哋咧可以重置我嘅技能，用唔用好咧？呢、這个咧就有啲纠结。用啦，技能都俾咗我啦。OK， 咁就可以重新点过我嘅技能。咁我重置咗技能点之后咧，咁我就将平时使用嘅技能咧，我就唔点啦。跟住咧，专点咧呢两个被动啦。跟住咧，二阶嘅职业咧就点呢个分裂箭，即刻实战一下先。哇！一射可以射一堆啊，同埋佢嘅蓄力时间咧都唔算太耐啊，系稳阵嘅，抵玩嘅。好啦，恭喜晒史莱姆咧，终于 RO 咧完成咗二转，成为咗呢个嘅 Hunter。冇錯，下一步我應該試下要捉下新嘅寵物，因為咧去到而家咧，我都淨係得玻璃成為寵物啫，點樣捉寵物咧，我仲未學識嘅，要真係要仔細咁研究一下。
好啦，咁啊，今日片到呢度啦，中意朋友记得俾我 like 啦，咁样送行卡下面留言啦，仲要订我个小铃铛，揿个钟仔，下次再睇，拜拜。